总把对生活的憧憬放进一次次的等待里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走在时间前面。理想的生活里，我想去迎接不同的挑战。理想的生活就是允许做梦，比如在一座小岛上就能获得一次去往世界的时空旅行，漫步在林间，有时不必执着于去寻找什么，要给你的小惊喜生活早有准备。旅行的意义是去创造一段独家记忆，比如找到自己的秘密花园，一个人独享一座城市的声音。理想的生活里，我想拥有和动物对话的能力，有时撒娇黏你，有时懒得理你，他们从不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我们也该学会坦诚付出爱意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在漫游中探索到内心的答案，不用去追赶时间。漫步林间，自然馈赠的美好风景，时光变迁的珍贵痕迹，它们都是我寻觅答案的最佳素材。理想的生活什么样？我在这些林间之音里找到了答案。生活的魔法就藏在生活里，学会聆听，学会等待，还有学会爱。我是肖战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在林间之音的漫游中学会倾听自己的声音，学会自己去描绘生活的意义。最喜欢听的歌，轻音乐吧。最近听轻音乐听的比较多，而且我觉得在厦门其实挺适合听一些轻音乐的，配合着海风风景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厦门之行，我能在里面找到我之后想要生活的影子，就是节奏其实不用那么快，然后有闲暇的时间来思考一下自己接下来要干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。